Yawa第一，让我感受到啊，这个教派之间的和睦相处，这个也就是我们讲的啊，宗教和顺，大家都是朝着共同的这个目标，都是同根同源，都是释迦牟尼佛陀的弟子，就像从这个雪山上，这个流下来的不同的河流，来源于同一个地方，最终都是要汇入同一片大海。首先，这次讲的主要救星。 其中这个道次第的内容，通俗讲就是教人怎么去做人，啊，能行。几十年里头，扎斯也是始终秉持着这个精神，这个在修行上，在这个各个方面吧，都始终是围绕着这个去做。本身呢，我们按照佛陀的教导。 佛陀的教诲是要普度众生、慈悲为怀。用现在的通俗的语言讲，就是这个利国利民，也就是做对国家、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，能够利益国家、能够服务国家、能够造福人民，这些事情是我认为是作为佛陀的追随者也好，作为僧人。 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，在这个就是那个红色，这个当的扎什伦布寺，青海的塔尔寺。